Hello， 各位大家好，我是咒术师。哇，好，这样的皮肤呢是向导。那我们现在一开始就来破译机器。哎，不是，其实呢，我不是要讲这个，我是要跟各位讲的一点比较重要、比较沉痛的事情，就是，常常有人会说，好像我常常讲错职业角色的名字，对不对？然后我想跟各位道个歉，对，想跟各位说对不起。我以后呢还是会继续讲错，因为没办法，好不好？就是有时候精神恍惚的时候在玩，你就会觉得，而且人那么多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有时候就是难免会念错。而且我觉得呢，念错呢，然后让各位纠正呢，是一种小小的浪漫，只有我这样觉得嘛。好，等一下啊，好，压了板，然后发过去 ，OK， 没事没事，没被针对。好，我们继续来跟这个蜘蛛来溜一下哦。要挨刀了吗？要打我了吗？好，戳我了。好，那我就先绕这边。哎，牛仔在这里，刚刚追你，现在追我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很难利用吗？哦，你还是想抱我吗？是想抱我吗？你没确定我单身，你就这样抱我？好 ，OK， 我现在跟牛仔已经走掉了。好，可以私奔，不是私奔状态，而是就是各走各的。好，我现在回去继续破译我的，好不好？好，那现在呢？基本上都还算是 OK 啦，大致上呢，这个局势呢，我觉得是可以的，因为我觉得蜘蛛呢，并没有很强势，所以其实很难讲了，再看看好了。好，然后另一个今晚只是小雨伞，我们现在开个宝箱好了。好，不知道什么好东西。然后呢，我想跟各位讲的事情就是这个，你知道吗？家里呢多了一个小成员，有时候呢就是会变得非常忙碌，你知道吗？他就是每三个小时要喝一次奶，所以呢，三个小时就要喂一次奶是什么概念呢？就是说，有可能在凌晨两三点，然后呢，再过个，比如说凌晨两点好了，再过个三个小时呢，就五点，凌晨五点，对，就又要喝一次奶。也就是说呢，就是常常就是要半夜起床，对，然后再加上录的时间呢，就是有时候录不到，又要深夜录，所以呢，就是你知道，就是这么忙。然后呢，难免就是会精神恍惚、精神涣散，然后还能遛鬼，各位不觉得很厉害吗？只有我觉得吗？好，然后呢，你看各位，你看你早上起来上学的时候，或是上班的时候，你有可能你六点都起不太来了，你都可能会迟到，你都可能会赖床了，是不是？然后所以有时候是没办法的，对，所以各位如果能体谅的话呢，就恳请体谅一下；如果不能体谅的话呢？那还是麻烦你体谅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现在呢，先破译这一台啦。那现在，阵容还没介绍，对不对？阵容呢，这次的阵容呢，非常的新鲜，就是没有任何的重复的，也好像也常常没有任何重复的角色了。舞女、医生、调香师、咒术师、前锋、牛仔、冒险家、囚徒，你看这样念起来不是很顺吗？在那边调香师两个，在那边舞女几个几个，医生几个，对不对？如果都一直玩不同角色的话呢，我念起来就非常顺，就从左上念到右下就好了，对。那好，现在三个人在破译，不错不错。然后呢，破译完之后呢，帮我摸回来，谢谢。有一个小天使，哦，速度就是快。你知道有医生在呢，你就有一种安心的感觉，就觉得我的伤口很快就会复原了，不需要花太多时间。好，翻过去。OK， 那现在来救一下这个前锋。前锋现在还有十几秒，等一下，我现在买个加速剂，再赶过去应该还是来得及啦。好，我现在看一下，加速剂好 ，OK， 好，走喽，走喽，走喽，我们来救前锋了，前锋在这边需要我来拯救哟，好，蜘蛛来喽，再挨一刀刚好有三层奏响，哎呀，哼，我是故意挨一刀的，不然怎么会有三层奏响对付你呢 ？OK， 完美收场，我要走了。好，那现在呢？我居然是被通气的状态，所以我觉得，人生并不是这么美好了，好不好？但是呢，我现在在船上，所以基本上呢，那两个监管呢，应该也是懒得理我啦。所以呢，我还是能好好的、快活的玩耍一阵子。好，那现在残了蜘蛛丝，我是故意的哦。好，然后呢，先上个，先把这个丝解掉之后再上楼，看有没有什么东西。不过现在有护肘，所以现在就是护肘丢掉很可惜又浪费，所以呢，我打算再撑一下好了。好，那这是舞女是不是？先把我摸回来。
电话打完的话呢，恳请，好，谢谢。那他也受伤了，所以这是等价互换的条件嘛？哦，他玩偶哎，这看起来很像是我摸他，然后玩偶摸我，对不对？但实际上并不是，好吗？这两个都在摸舞女。好，那希望等一下能够帮我摸回来，等价交换，其实也不是那么势利，而是队友之间应该要互相帮忙，这样的说法会比较好一点，对。好，那现在快摸完了吧。哇，这个画面真的是很特别，只能讲很特别，对。碍于黄标，所以就只能讲很特别，不能讲其他形容词。要讲也是可以啦，但是就是会被黄标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，现在的钱有4000多块，前锋倒地，要不要救下前锋勒？我看一下，那如果要救前锋的话呢，是不是要把这个护肘换掉，换成枪会好一点？对，才刚讲浪费，马上就换成枪是怎样？好，没办法，为了救人嘛。好，那前锋哎，飞掉了，所以我的枪似乎是多买了，对不对？不见得，有时候呢，枪还是用得到，对。我们看后续情况发展的怎么样就知道了。好，那现在呢，不小心飞掉两个囚徒跟前锋，给你们面子了，不小心飞掉的，好，不是刻意飞掉的。好 ，OK， 我们现在先破译完这台之后，哎，蜘蛛又来了。好，这个失喷的非常的准，对，他一开始就决定是瞄准墙壁的，对，各位可能会觉得好像是不准，但是他就是刻意的，对，为了墙壁，他瞄了很久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呢，舞女跟蜘蛛在那边溜，然后。似乎踩了这个音乐盒之后呢，继续在追，没看到我。我这个发型你也看不到我，我也没办法，好不好？我这个发型已经很明显了，还是他认为就是一个拖把，在那边放着。对，清洁完之后忘记拿走的拖把。工作人员，对，在开场之前呢，就很多工作人员呢会来这个湖景村打扫。那打扫完之后呢，这局才开始。哎，我破译掉了吗？最后一台了吗？哦，最后一台了。好吧，那就先这样子。那我们就先开大门了，好不好？就是非常的顺便。OK， 我们的小雨伞来了，来追击我了，非常合理，因为我要开大门嘛，对不对？哦，两下了，糟糕，红眼睛伤害造成了。那现在进去船上，他应该懒得理我了吧？果然是懒得理我了。为什么是进船就懒得理？为什么会这样？我也不是这样的人啊，我还是会理一下。哎，没有，其实我也懒得理。好，我现在先来跳针。我现在先来买个止血剂怎么样？好，买个止血剂之后呢？等一下钱不够。买个止血剂之后钱就不够了。那我干嘛买止血剂？我刚刚到底在干嘛？我刚刚到底在干嘛？各位，对，常常这样的情形发生，就是你知道的，高级失误，对，不能讲低级失误，高级失误。那这个时候呢？只要能再找到人治疗，是不是就可以了？对不对？不要这么严格嘛。好，看一下地窖在这里，然后等一下就有人要来摸我了，对不对？还是主动去找人摸会比较好一点。不过这时候脸皮要很厚，不过通常就是脸皮要厚一点啦，要不然其实对你失误就没有活下去的机会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呢，调香师跟冒险家都被通气了，所以呢，你只要看到角色是调香师。或是冒险交换呢，你就要退避三舍，对，跟他保持社交距离，对。好，我们现在呢，现在大门，看一下大门开了没？这时候跟他讲说，哎，我们保持社交距离是很合理的，对，不会被怀疑说是因为他被通缉。好，我们现在呢，先帮他拆眼镜，我们的小天使呢正在开大门，所以呢，我现在要很合理的帮他拆掉眼镜。OK， 那现在可以了 ，OK， 安全了。好，我们的小天使呢，持续在搓当中，努力的搓搓搓搓搓搓。我们现在呢，先被摸回来之后呢，我再来救冒险家。冒险家是第一次，好，还来得及。哎，现在有提示哦，密码树叶会掉落，哎，可以去直接去捡吗？如果地图上有出现密码树的那个位置的话，那就更好了。但是应该没有了。好，我现在。来救一下冒险家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飞掉三个人了，再飞掉冒险家呢，就是输的了，就是平局。所以呢，我不能容许这种事情发生，所以呢，要去救。好，那现在我看一下哦，目前舞女被追的感觉，哦，有心跳声，是小雨伞追还是蜘蛛？不知道。舞女倒了，
巫女倒了，那现在只能先救冒险家再说喽。我现在先救冒险家来喽。蜘蛛回房，你看枪还是用得到，对不对？先救，好，三层奏响，然后再来个补一枪。想干嘛？你想干嘛？好，可以了。地窖在这边开了，所以我跟着跳好了。好，那现在哇，那巫女，好吧，巫女可能是凶多吉少了。看这样的状况应该是平局，好，是平局。好了，那以上呢就是玩咒术师的影片了。如果你喜欢的话呢，别忘了按赞哦。想持续这种频道的话呢，别忘了订阅我的小朋友小铃铛。这个小家伙的 IG 有空你可以去看一下。感谢各位，拜。